欢迎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。大家好，我是伟静。最近这几天真的是非常温暖，很春天。不过特别提醒你，明天天气开始要有所转变了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呢，明天中午过后会有一波新的锋面云系逐渐的通过北台湾，所以受到锋面云系以及过后之后的东北风影响之下呢，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又要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了。而且不仅是礼拜一有锋面，礼拜四还有一波另外一波锋面云系会报到，另外一波冷空气要报到，所以礼拜四呢还会再更加的湿冷一点点。特别提醒您，过去这几天很春天的天气，但是呢在未来这个星期恐怕又要回到像冬天一般的天气形态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。最近这几天呢天气很温暖，就是受到这个南风的影响之下，带来非常温暖又潮湿的空气，所以各地的高温呢其实都接近了30度了，真的是相当的温暖，甚至呢有点来到闷热的这种感觉了。而且呢也因为南风带来的空气是比较潮湿一点点的，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呢过去这几天都有起雾的状况。那么呢接下来就是受到北方会有一波锋面云系逐渐通过台湾的影响，所以呢预计在明天礼拜一的下半天呢，锋面云系就会逐渐的通过北部跟东部地区，又要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了。而且呢礼拜四还有一波更强的锋面，更强的冷空气会通过全台湾，不仅是北部跟东部会下雨，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雨势，同时锋面过了之后的冷空气呢非常的强，有机会到达冷气团，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。所以特别提醒您哦，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气温上面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，大家一定要多加的留意，冬天的衣服千万还不要急着收起来哦，未来这个星期绝对会派得上用场的。好，所以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咯。预计呢在未来这几天呢气温会慢慢的往下滑，特别是礼拜一中午过后呢，随着锋面通过冷空气南下之后，气温会开始往下滑，北部地区的低温呢降到只有17度左右。礼拜二礼拜三稍稍的回暖一点点，但是呢礼拜四更强的冷空气又会报到了，北部地区的低温呢降到只有12度，南部地区也只有15-16度左右的气温。所以在气温的变化部分呢会跟真的会跟这个星期差异非常的大，大家要多加的注意。那么呢在降雨的部分，明天呢锋面云系的影响之下，北部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降雨，礼拜二礼拜三呢降雨逐渐的趋缓，但是呢礼拜四又有一波新的锋面云系报到了，全台各地又会开始出现一些雨势，特别是呢连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降雨。所以啊这个降雨的部分呢在下个星期也会变得蛮明显的，提醒你过来这几天出门都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而在空气品质的部分呢，北部地区其实这两天空气品质真的是蛮糟糕的，但是呢明天东北风增强之后，空气品质呢渴望在下半天就会明显的好转了。但是啊东北风一增强，北部地区空气品质变好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转差了，因为啊就是位在东北风的背风侧，所以呢未来这几天中南部地区又要持续的空品拉警报了，提醒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。好，所以未来的天气变化部分呢，预计啊在今天的下半天有一些些零星的降雨，而这个明天一整天呢则是受到锋面云系通过的影响哦，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雨势，礼拜二还有一些零星降雨，礼拜三降雨趋缓，礼拜四又会开始再度的下起雨来。而且呢气温的部分也会在礼拜一的下半天，礼拜一的晚上呢逐渐的往下滑，低温降到只有16度，礼拜二低温15度，礼拜三气温稍稍的回升一点点，但是礼拜四呢气温会再度的往下探，而且会更冷一点点，低温只有13度左右。南部地区呢也是哦，未来这几天呢虽然说降雨的机会并不是很高，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气温同样的也会在礼拜一的晚上开始往下滑，礼拜二礼拜三感觉呢清晨跟晚上会是比较凉比较冷一点点的，礼拜四会更冷一些，气温呢会来到只有17度左右。所以整体来说未来这段时间呢全台各地的天气都会有明显的转变，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这样子春天天气变化非常大的形态哦。下个星期呢外出要穿上比较保暖的衣服，而且北部跟东部地区又要记得携带雨具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，我们下次见。